肚子饿了吗？肚子饿了吗？被自己的打嗝吓哭了。你要找人家玩是不是？剪刀石头布，你输了。嗯，好臭哦。你放屁还是他大便？你是不是大便？你今天大便了怎么不哭？我直接洗澡咯。开箱了，一天里面最开心的时候。他真的不怕水，而且他喜欢洗澡。冬天了，最臭的地方洗干净。舒服。吃完了，大完了，洗完了，还哭什么？想睡就睡啊，就是要人家抱。他不只要抱，他还要人家抱着走。你好，刚刚得寸进尺。他真的比较喜欢给你抱，我抱他都不会睡。是吗？对啊，睡两个小时就想哭了。天都亮了还不睡，凌晨半夜都不睡觉，来啊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天亮了才在睡觉，而且还是睡到叫不醒的那一种。十一起床喝牛奶了，半夜不睡，早上才在睡。部队起床，睡饱了哦，上岸哦。你在唱歌仔戏哦。最后的绝招